句啊，其實我認識阿仁是成世的，而且呢我和阿仁是有一個共通點，我不是工黨，但我和阿仁都是工蜂來的，我們只是做事，我們是工藝來的，有什麼事就做什麼事。我記得臨立會之前，即是在97年最後一屆立法會的時候，那時立法局還有權是議員提議案的，阿仁是提出集體談判權，而且呢他那個議案是通過了的，後來是被臨立會惡法還原取消回的。我記得23條立法的時候，阿仁和我一起去外國去見得到的人，我們都去遊說的人說這個對香港是很傷的，千萬不要讓他通過。我們在遊行，大家剛才看到那個遊行那張照片，人呢就綁著頭在那裡叫咪。吳敏儀，我不知道你怎樣，我覺得人呢是我成世人呢見過叫咪最厲害的人，任何一次的遊行阿仁帶頭叫那句口號呢，你真的覺得很興奮的。所以呢我今天呢真的覺得阿仁是不是他真的很想去做回個尊貴的議員呢？不是，香港要他的時候他就走出來，他就肯為香港貢獻。阿仁，我和你都是做工作的人，我們不會計較其他的事的，所以呼籲大家到時是投票給3號的李卓人。李卓人當選，李卓人當選，李卓人當選，李卓人李卓人李卓人當選當選當選。多謝大家，好，多謝神啊。